国家法令，尽忠职守，报效国家，不荒废公堂，不浪费人员，不徇私舞弊，不收受贿赂，无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警示：中华民国109年8月3日，严伟哲。在这两年的期间有很多工作的表现，不管是邮政秀贤的推展，还有由我阿邮箱的推展，他都做得有声有色，当然这也是大家给他们支持。那么还有我们中华邮政在这两年之间曾经发行过一套宜兰县的邮票，这套邮票非常热卖。那么我想在座的很多的贵宾当时也有参加我们的发行典礼，那个发行典礼办得非常的成功，也让我们邮宜兰邮局的这个知名度大大的提升。那么另外呢，这两年红星巴乐非常的热卖，我们的蔡总统还特别下乡来推展，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宜兰邮局无法的时间给我的协助。我今天特别要来谢谢所有人在场对于这个事，谢谢。这次的交接典礼啊，如果依惯例是在7月15号办交接啊，那这次因为7月15号政府部门尤其受政府配合时呢，政府在三倍券的发放的作业所进行，所以我们在7月15号就努力配整个在花莲政府前，我想最主要各项业务的推动，在107年以及108年总公司所核对的各项业务都能达成一起目标，尤其我们银行乐部在这几年都非常努力把各项业务推展，这是我们的台银行乐部这么少的人员就能把达成这么多的工作，尤其现在尤其像营业管理这一部分的工作非常的满足，让这些同仁忙于在督导各个级的作业，希望能够有所成果。那打好的这个基础之下，我继续努力，继续往前走，那么我应该可以很轻松的来做。好，那我知道我们宜兰地区有很多的这个在地的这些农特产，好，那么我希望我们在这段期间，那透过这个各方面，尤其是我们各乡镇，如果有这些特殊的这些希望我们邮局来一起服务的地方啊，我想我都会尽力，而且会全力来为我们宜兰这一块土地来贡献。那宜兰这块土地说实在是我们全台湾省唯一一块钻石宝地，为什么呢？太阳从东山起来的时候第一个先照到我们的什么龟山岛，所以它是一个珍珠，之后就照到我们的南洋田野，所以每一天从这里开始是从我们台湾所有的地区，这里是先起床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最有朝气、最蓬勃、最有活力、最有价值的一颗钻石。我希望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希望我们将来在我们宜兰邮局还有各地的这个支局，大家一起来为我们乡亲来服务。同时，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同仁以在地服务的精神来提升我们邮政在地的服务，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宜兰的乡亲能够觉得我们邮局在宜兰内是一块值得让人家尊敬的招牌哦，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为我们宜兰加油，好不好？谢谢大家，同时呢。